是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龙门加持移送装置，就是假如现在放上一封信，它会放来这边，然后假如是圆形的话，它会在这边掉下来，然后做动的时候会亮红灯，然后停机的时候会亮绿灯。那我们现在先看放信的动作。再放圆形，成功！掌声鼓励鼓励。来班，三字读，哪个学校？高工非常好。下去吃饱，下去吃饱。